谢谢。面對月事的女士等都被忽視、被誤會，甚至被批鬥，與關愛座的原意背道而馳。最終關愛座設立至今，問題越演越烈，造成極大反效果。因此社會有聲音要求取消關愛座，放棄這個行之無效而有弊的措施。而行量今日辯題就要看看取消了關愛座之後，能否幫助撥亂反正，消除由關愛座直接帶來的反效果。而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三：第一，真正推動讓座文化，改善讓座風氣。雖然關愛座的座位會用紅色標籤來劃分，有助提醒市民多些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乘客，從而加強乘客的讓座意識。然而硬性規定數個座位為關愛座，市民就會將讓座的責任推卸在坐在關愛座身上的乘客身上，於是坐普通座的乘客自願讓座的意欲就會相對下降，造成責任轉移效應。根據香港理工大學在2015年做的調查顯示，即使近年各交通工具設立關愛座宣揚讓座文化，仍然有70%的受訪者認為大家將讓座的美德推卸給關愛座的乘客身上，但計算普通座的讓座情況之後就會發現整體讓座文化反而有所不足。由此可見，關愛座降低了整體乘客的關愛意識，而取消關愛座就可以糾正這種錯誤思想，增加所有乘客的讓座動機。第二，消除社會批鬥文化，緩和社會怨氣。關愛座主要是想鼓勵乘客讓座給有需要的人士，但肉眼只能夠分辨得到有顯性需要的乘客，例如明顯的殘疾人士、長者或孕婦等等。但事實上，有需要人士亦都可以是指有隱性需要的乘客，由於這種需要未必可以從外表上面得知，於是經常衍生了誤會和爭吵。例如有佩戴義肢的乘客被指罵讓座給長者，有正值生理週期的女士抵受不住責會而
年同學落車，於是就決定引入關愛座嘅酒吧安全及服務質量部高級經理鄭桂卿都承認關愛座計劃失敗，痛心造成咗社會分化。而取消咗關愛座之後，有隱性需要嘅乘客或其他普通座嘅乘客亦都唔需要再擔心要負上讓座嘅當然責任，消除引起爭拗嘅口實，減少車廂之間嘅矛盾。第三，改變落座情況，提升座位資源效率。其實讓座與否從來冇對錯之分，但今日關愛座就間接導致咗社會出現更加多嘅爭端。隨住批鬥文化越嚟越旺盛，有唔少嘅乘客因為驚被網絡公審、被圍攻，索性有位唔坐，讓座變成咗留座，結果形成咗繁忙時間車上面企滿曬人，但冇人敢坐關愛座嘅反智行為。而取消關愛座，消除標記，就可以減少乘客坐嘅壓力，善用座位資源。而日本就有部分城市因為呢個原因而取消咗關愛座。最後想問下有冇同學，承唔承認設立咗關愛座會引致責任轉移，令普通座嘅乘客減少讓座呢？多謝各位。必要的權利，其實關愛場所的權利最終都只不過是希望有
多多謝我同事咗關注員，而家有需要，但係咧呢個只係其中一部分。關注員除咗俾有需要人士坐之外，仲要起多一個大球場，等普通座嘅乘客都有一個讓座意識，讓俾有需要嘅乘客。呢、這個先係實情關愛座嘅原意。有同學，請跟住落嚟，唔好再問頭先，同我哋講，淨係要俾有需要人士坐，就係關愛座嘅原意。好，唔該，有冇我哋意見問題？有冇數據話俾你聽，行咗關愛座之後，整體讓座人數有上升到啊？有冇同學有冇數據答我數字？70%，有冇同學呢個數據邊度嚟㗎？香港統計處睇到嘅，由公共交通工具約咗同埋叫做部分支出，就有62.5% 做緊陳和讓座嘅。有冇同學搞翻清楚先？陳和讓座同埋整體文化上升咧，係咪有個必然關係先？顯然唔係。今日講翻我哋見翻現實係咩咧？理大哥2015年嘅研究報告咗咧，70%受訪者認為整體讓座情況冇改善到，係因為整體讓座嘅情況只係集中喺關愛座身上面，而普通座嘅情況之下咧，只會係下降。普通座讓座情況只會減少咗，造成嘅咪整體上係起身就好似讓座多咗，但係實際咧只係得嗰4個關愛座先有讓座，普通座係有減少嘅情況之下，整體讓座文化係冇上升到啊。好啦，問翻你第二個問題啦，隱性需要算唔算一個有需要人士啊？呢需要係需要，隱性需要有需要人士咁喺有空流方案之下點樣判別啊？咁我係可以俾有需要人士坐，可以俾有空流就問緊你點樣隱性需要係睇唔到嘅喎，喺呢個方案底下關愛座點樣俾到佢哋位坐啊？佢一樣，即係無論佢是否受到批鬥，佢都有。有可能有權，但係而家成日講緊，而家有個批鬥文化喺度，佢唔敢坐喎，仲同你幫下坐咯。雙方都有輸贏，佢咪幫唔到啊？我方認為係幫到，因為幫你認為幫到，你都答出你嘅台數。喂。跟住嚟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議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幾位議員。正方幾位？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嘅時間。首先簡單問一條，想問下有方案知唔知邊度取消關愛座？我知道啊，而家國家例如台灣。唔係啊，有方案我話俾你聽係日本啊。咁有方案知唔知日本取消關愛座之後，但係結果係乜嘢啊？有方案唔知啊，咁我話俾有方案知啦。嗱，有方案同你講，因為日本取消關愛座之後，讓座人數大減，知咩大減？即係讓座冇人讓啦。咁點解要取消關愛座？都係因為口口聲聲話責任咧，其實變咗喺關愛座上面嘅人身上。但係真係攤分咗之後，變咗乜嘢？成車人都讓座咯。好，第二個問題，有可能我問你，知唔知關愛座係冇獎勵設施嘅一種？答翻有可能先，日本之所以佢哋嘅率下降咗，係因為佢哋嘅車廂喺繁忙時間會佔據所有嘅座位。如果嗰啲乘客想讓座嘅時候，都冇呢個機會可以俾佢哋讓座，所以呢個唔係有方面話間板實難曬，本身有座位喺度，但係啲人都唔讓座。好，再問多有一條問題，你覺得取消關愛座同落少有需要人士嘅權益㗎？係，我就覺得有需要嘅人係分辨唔到啦。但係其實我哋今日關愛座嘅原意係有需要就可以坐，啲人性需要人坐曬佢就，佢要講出聲咧，我哋就會俾佢坐啦。批鬥即係人嘅問題，我哋要做係解決人觀念嘅問題。唔係取消關愛座，再問多一項嘅條問題，我話你知關愛座讓座係幾多啊？我原來都未有分到知。係因為香港關愛座讓座係62.5%，咁點解你要話關愛座冇成效呢？不如你聽我講埋先啦，原來你都知道隱性需要係分辨唔到，所以佢坐到落去要。而家唔係分辨唔到，我哋係要咁坐喺上面嘅人擋出嚟㗎。我同你講，因為有可能取消關愛座同埋入關嘅情況，就只會令到讓座情況更差，呢啲有可能係想要嘅局面啦。Thank you.
咁有可能執意要取消關愛組，唔通唔係喺度最幫助緊呢啲有錢人嘅權利咩？咁有可能今日有談論有新研發咧？根本上話關愛組導致唔讓咗人被批鬥，冇錯，批鬥的確喺香港存在。咁我哋，但係咁我哋先唔討論呢啲唔讓咗人應否被批鬥嘅罪嘅例，關愛組本身並冇錯，錯嘅啫，讓咗我嘅人喺法律上政府並冇規定坐喺關愛組上面嘅人必須要讓咗俾有權利其他人。而是否讓咗咩取決坐喺關愛座上面嘅人，是否願意讓咗，則唔讓咗人係佢哋自己冇得上問題。關愛座之間並冇任何關係，請問我，請問你不同今日係咪真係清楚關愛座目的咧？今日有關主辯就話關愛座導致責任轉移，咁我睇翻日本佢哋車嘅責任轉移之後，會令到佢嘅讓座人數大大下降，呢、這個就係責任擔當嘅結果。今日點解要出現咁樣流咗咧？佢結果咧就係日本對關愛座嘅認識不足，係人嘅觀念錯誤，並唔係關愛座嘅問題。正方因為方文清有方同唔好再忽視有人士嘅需要。嚟到一副位置，歐同大家解釋下關愛座存在意義。關愛座顧名思義係個充滿著關愛座位，跟隨咗零售商士係乘搭巴士進入全國物資公司去暫且休息一下。而喺法律上，唔係關愛座上嘅人並冇強制需要。讓座俾有錢人士，讓座要考慮佢有錢上台上面嘅人是否有個人讓佢認同關愛座意識，因此關愛座嘅存在意義為咗提醒各位關愛座上嘅人，必時刻保持關愛認同讓座意識，並逐漸願意讓座，主動讓座。同時，關愛座亦係關愛意識化身，隨時就可能會造成打擊關愛意識，甚至會令關愛座讓座率下降。再講，關愛座規定有錢人士嘅基本權利，除非將關愛座相當於剝奪有需人士嘅權利，有啲人士嘅需求嘅如何解決咧？另一方面，關愛座規定公義嘅化身係供養有需人士同一般人平起平坐嘅設施，要有需人士同得到同一般人相同嘅待遇，唔再俾人歧視，因為我唔好再忽視有需人士嘅需求，剝奪佢哋嘅基本權利，令有需人士得唔到佢哋必須嘅權利嘅同時，仲要令佢哋受到其他歧視同排外。Yeah.
康卡嘅權利，仲係教佢點樣去理解翻關愛同埋珍惜嘅本意，而唔係取消佢啊！嗱，關愛同埋今日有講又話關愛就激發咗呢個矛盾啦，即係有可能自己成認咗關愛同並唔係矛盾嘅產生點，而係個宣泄嘅渠道，先不取消個關愛狀，仲有其他無障礙設施成為其中一個爆發出嚟嘅原因，有可能係取消曬所有關愛狀，先能善罷甘休咧。今日有朋友同我講話，日本咧就有接電燈，所以啲人同一樣狀。我方就唔明白啲燈係接電燈，同啲人同一樣狀，邊條關係又喺邊度嘅喎？嗱，今日有朋友同我講，有啲人咧可能因為被捕，有啲需要被人觀察到，所以作為關愛狀就俾人批鬥，就應該取消關愛狀。但今日有可能問題症結喺邊度知道，就只會同保護關愛狀出嚟制旗。呢啲人同樣狀要求同要求樣狀講翻，佢哋有需要之後都俾人批鬥嘅話，呢、這個問題就唔係關愛狀嘅問題，係大家需要同要斷決心，認為自己比在上面嘅人有需要，先至會造成批鬥，並唔係關愛狀嘅問題。我要做嘅係解決矛盾背後嘅癥結，而唔係取消關愛狀，並鼓勵關愛文化消失。即係今日有學友話關愛狀變咗偶像，所以就應該取消關愛狀。咁其實有可能就話犯咗自相矛盾毛病啦。咁有可能一方面就話醫留狀就係批鬥，令到冇人敢坐關愛狀；另一方面又話關愛狀令到冇人讓留有需要嘅人。試問如果真係有關愛狀搬咗出嚟，又點解會有需要人士坐唔到咧？可以見得出，因為有可能條關愛狀其實將最基本嘅因果已經搞混淆曬，又點解令人信服論證？有可能真係知道關愛狀嘅原意咧？今日有學口口聲聲取消關愛狀，取消關愛狀，但方案喺邊度？取消關愛狀之後，點樣填補關愛狀消失咗之後所壞嘅呢樣狀文化？咁有學要做嘅係提供一個可以保留關愛狀嘅好處，可以消棄關愛狀嘅壞處嘅方案。但有學講唔出嚟嘅，因為有學知道關愛狀係目前最好嘅方案，但有學呢啲通通睇唔到，方案就係取消關愛狀。但係關愛狀取消咗之後，啲有需要人士應該何去何從咧？再有位作比賽嘅後半場，就等我帶大家睇下個商業共同嘅社會究竟應該係點樣。所有人都有同等嘅價值，無論商業都講求同樣原理嚟向商業嘅服務、設施、貨品。推動商業共同係維護嘅社會公義，替人人平等呢個價值觀嘅實踐。透過共同環境，社會先能夠互相接納同尊重。為障礙設施嘅關愛狀存在，因此就係最重要。因為關愛狀有實踐社會，等於有需要人士嘅關愛同愛護，要令到盡量有正常人士嘅生活。但呢有可能話全部睇唔到，以前嘅口中關愛狀就引起社會種種矛盾。今日取消關愛狀，聽日取消加大針，後日取消嘅人已轉用咗，但咁樣根本無證，於是攞曬無障礙設施嚟制其管制嘅學想點咧？多謝各位。
首先可能同我嚟講咧，只要宣揚到關愛意識就係無障礙設施，問翻多羅教育而家都有宣揚緊關愛意識，係咪教育都係無障礙設施啦？教育同埋無障礙設施係教育無障礙政策嚟嘅，可唔可？有可能嘅，説穿咧就同我哋講，只要有關懷咧就係無障礙設施。搞翻咗先，關懷在由頭到尾都唔係硬性規定嘅，一定要做俾有需要人士嘅情況之下，佢由頭到尾都只係想帶頭令到其他普通座乘客都想讓座。但係理大嘅資料就話俾我哋聽啦，原來關懷啊讓座率咧，只會關懷在令到普通座嘅讓座情況下降咗嘅情況之下，咁我哋點樣解釋啦？其實方才我有承認過方才座，強哥我有方已經承認過方才座已經有其乘客，有佢都之後低令到佢更加時候更加低，咁我唔好再話取消方才座啦。今日我同你講緊，如果取消方才座之後，啲人咧唔會再集中喺方才座度，普通普通乘客都揾人嘅時候，呢個咪成班同你講翻清楚先。咁方才座今日都話咗，普通座位乘客都會讓座，乘客有冇關？即使有關座到呢班普通乘客都會讓座，乘客呢班有人玩嘅有需要嘅時候。都係得讓座嘅喎。首先，多謝有幫我承認咗有冇關愛座，對於讓座意識，整體讓座意識咧，其實影響唔大。正如你大嘅資料所講，所以先話俾你聽，整體變化不大嘛。今日就係講取消咗關愛座之後，讓座意識唔會集中喺關愛座，普通座都會有嘅情況之下，咁我哋點樣解釋咧？如果用關愛座，其實佢的確係有做到佢應該要做嘅嘢。佢作為一個無障礙設施，佢的確係教育到一班嘅普通市民去讓座噶。關愛座希望教俾大家，你可以透過同理心嚟嚟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士，而好似有方所講，不斷批鬥台上嘅人啊。有方台今日實際上係出現咗批判文化，你承唔承認？承認係有方台，但係呢個批判文化不佢一個關愛座只不過係一個途徑，即使你取消咗關愛座之後，以後喺其他無障礙設施一樣都會出現到批鬥喎。有方同學，關愛仲未俾咗個原因俾班想批鬥嘅人，可以批鬥到取消個關愛仲，佢冇口實嘅情況，點樣批鬥得到咧？因為咧，有方同學，你知唔知咧？地鐵有加大閘，又有呢個輪椅人士專用嘅斜梯，咁呢啲嘢都令到啲冇需要人士咧受到批鬥嘅時候，咁係咪應該取消曬佢哋咧？可能冇關愛仲之前呢啲設施冇咩？呢啲設施有俾人批鬥咩？嗱，咁我問你，如果呢個設施今日產生批鬥，會取消佢哋啊？有方同學，個問題就係而家冇批鬥情況之下，佢願意同埋實行出嚟完係相符嘅情況，即係咪唔使取消咯？但係關愛座願意同埋實行出嚟完全係兩個背道而馳嘅情況，即係咪要取消咁多？嗱，今日有朋友講得好啊，背道而馳啊，所以我哋要帶啲班市民去行翻正確嘅方向，令到佢正確咁使用關愛座，而唔係批鬥佢哋，唔係取消佢哋啊。算算有方想教育啫，教育一直冇做啦。嗱，關愛座並冇能力嘅。方案上並冇強制台上嘅人一定要有呢個長時間咁，但係佢只係希望提醒台上嘅人最大可能咁自發讓俾有些人士，即係佢哋公民責任嘛。有方同學唔係咁啊，我都同你講咗好多次啦，因為令到嗰普通咁嘅，我覺得啊，而家方案上已經足夠啦，咁我咪唔讓咯，即係將個讓座下降，一提升唔到個讓座文化，你但係我都已經清楚同你講咗咩，方案上失敗咗。咁嗱，我見到嘅係方。方案座亦都係佢哋嘅基本所需嚟嘅，我哋唔應該隨便剝奪呢啲有需要嘅人。咁我搞翻清楚先，而家就係關愛座令到其他普通座嗰啲人唔讓座，你取消咗之後，你先可以令到成架車廂全部都係讓座意識嘅情況之下，呢個先係對成個關愛、成個讓座意識、成個關愛文化提升得到噶嘛。所以先可能我哋教育啦，而家都有教緊嘅情況之下，你咪承認咗教育嘅冇用啦。咁其實中國大陸咧都推出咗關愛車廂，即係有學所講咧，呢個車廂入面所有人都係讓座，但結果係點樣？讓座率跟增反啲啦，就證明咗有學所講嘅責任分擔係會提升讓座率嘅咯。有學好奇怪，我講責任分擔會提升讓座率。再大有學一直同我哋講嘅理據就係咩咧？日本嘅案例，其他國家案例，但係日本其他國家案例同香港實質情況係咪有得做類比先？正方現在上月25秒，抓住時間開始由排除。有，其實有方台一直
場都同我哋講關於採購無障礙設施，但我方面有冇同我講呢個無障礙設施，你有冇硬性規定嘅情況之下，你點樣確保得到佢真係讓俾有需要人士先？有冇同我講？因為其實說穿咧，關愛在由頭到尾都唔係一個無障礙設施啊，佢只係一個手段，佢話俾大家聽要讓座，但由頭到尾都唔係無障礙設施。今日有方同學不斷搖魔法關愛座，將塑造成一個最好嘅結合。
體，仲有一啲喺關外在發生嘅社會問題，例如批鬥、紛爭，全部都視為關外在問題。咁啊，有關同學嘅態度即係認為問題邊一度發生喺我哋呢一個地方，例如網絡官手要解決嘅背後嘅問題，嘅少網絡；有例如辯論場上有爭執要解決嘅係爭執，少辯論啦。我哋今日有不同針對嘅唔係問題。關外座將一切嘅問題全部都歸喺關外座度，完全冇諗過關外座係一個大嘅座位。誒點樣先可以做到我哋中所講嘅弱座咧？在座各位，今日我方多次強調要用關外座嚟實現雙元共社會，但點解要設立關外座嚟構造呢個雙元共社會咧？其實關外座正正係一班孕婦、老人嘅細群體，一班有需人士嘅權利，反映到佢哋社會上面嘅收益咧。每年嘅生活，咁今日有方代表反對，或者有社會對我哋嘅動作進步咧，請發言。需要咁激動去批判。
段落，請大家留意段位稍等一下。
有責任點又話咩誒社會風化咁，但係其實個情況落差，但係我哋啲概念就相對難啲啊，其他太多。反而可能佢落地消防，即係我覺得公用工具上面唔符合一個流水嘅樣樣情況係啲咩？係好簡單，我哋建車廂嗰啲關冇咗嘅，都繼續留工嘅座位，因為冇人敢坐啦，個個都覺得自己人性就好攰，我唔敢坐落去。好啦，於是第二個位置上面咁奇怪啲人咧，坐到工作嘅人咧，又唔肯讓座啦，覺得關冇咗，都留工作啊嘛，要讓同事就讓先啦，即係嗰個情況就可以具體啲描寫出嚟。所以呢樣嘢就變咗真係好反時代嘅，即係我覺得你上次調配多啲啲圍牆，反通咧，同我咧啲位置都重要。例如佢講個隱性嘅問題，可以從圍牆嘅情況上咯，就係我取消關愛座，呢啲隱性人點算啊？隱性人想坐點樣樣？佢坐落去就同佢咩規則喎？一望覺得佢都係即係正正常常嚟個學生咁咩要書班咁嘅坐個位啊，住樣咩又到最尾點講係咪自己講出嚟話啊？又收攰啊，跟住流產啊點點？即係我覺得呢個位置從理上掟翻個現實情況出嚟，咁會更加容易討論嘅第一。第二個位置上就是資料上的運用啦，即係今日我聽最多就得兩秒啫，正方嗰份係微大嘅資料啦，反方嗰份咧就廿幾秒啦，咁即係兩份料，大家用一開始主辯用咧，我覺得就冇咩問題，聽第一次、第二次都冇問題，但用到全場，大家都覺得兩份料就好似唔係咁好啦，大家嘅尤其大家論點咁多元咁多嘅，不如我哋甚至問多啲。部佢解釋下啦，例如可能係唔單止係嗰個情讓座嘅情況有冇調轉到啦，可能甚至係啲市民點樣睇關愛座啦，對點睇啲批鬥文化啦，就覺得有好多方面可以去應用呢嘅資料。咁而咧個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查資料上面，即係就住嗰段文件嘅資料咧，係有係每個變位有唔同嘅查法嘅，即係一副齊查嘅方法就係話咧，因為嗰個字變凳啦，但係我覺得要留意少少就係你都識講嗰個讓座落啦。咁結果係都落嘅一個 percentage， 咁就算由某個時段變一年上，咁都唔影響 percentage。有所謂咁樣。佢二副出嚟嘅時候就係講話，就係話唔係嘅，咁妖係淨係關注嗰啲關愛座咁樣。咁然後轉變去到 V 嘅時候，答法又突然間調翻轉又話，咁你係咪香港咩好比性啦？即係個應法好似好唔合拉，即係你可以嘗試聽翻呢個資料，嗰個你真係睇過嘅係真針對關愛座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對面有咁多對你有資料咁多質疑，咁你又告知嗰度強調話你想揾到，咁可以大方啲再解釋清楚啲，而唔係好似第一日我用12%我就聽到係冇得講。第三就係我少少補充，其實嗰個無障礙設施，我覺得呢個位置就講得幾好，即係留心一層就係你諗下，其實社會上好多嘢都係有需要先優先㗎啦，即係地鐵咁先，地鐵近啲咁樣，即係都係咁樣覺得。標誌哈哈咁樣有需要有錢咁啦，即係或者再推遠少少關愛座，地鐵關愛座簡單，小巴關愛座我自己嚟嘅，小巴關愛座好似係有需要可以坐線嘅，咁巴士關愛座好似係嗰個係個燈個 bell 係 set 到一定喺嗰個左隔一定有 bell 啦，個 bell 係 set 到好低啦，方便嗰啲有需要人士好輕易就撳到個 bell， 方便啲殘疾，即係我理解。與其你哋第二個方方便啊，但係好似全場都冇一啲例子去令佢哋落實嗰個方案，所以大家係有啲位置要執行嗰個論點啊，可以做，同埋最後係覺得方案上面就唔需要咁執著，就係唔需要咁執著，即係點解？因為你嚟到廿二題，你打就算當你贏曬啦，佢冇任何反方案嘅，你嗰個係即係佢係成功嚟嘅。Bye.
轉線上面，同埋澳門嗰個大正灣轉線上面咧，開咗三個波啦，但可能去到後場上面嘅時候咧，大家都集中咗就係，即係整個係瘋狂嘅集中去講就係話批鬥文化會點點點，但係即係整個就不停講就係話唔係嘅，咁你可以同我比較前後數，因為呢點係聰明嘅，咁就係因為即係因為我自己大咗咧都係大正方啦，咁我都有揾到相關嘅資料，因為成日會揾得到，咁所以你問啲問題，即係局住人對答啫嘛。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是你問第一次 OK， 咁問第二次同第三次嘅時候，咁變咗你就係冇擔嗰個嘅嘢上，咁可能主線上面嗰個溝通嘅空間就好似你都冇大嘅，即係未必發揮到好大效用。所以我覺得可能你諗主線上面嘅時候，可以諗下嘅最緊要可以以身為推進。跟住去到反方嘅時候咧，我覺得反方主線上面嚟講，第一個方式正常上啦，跟住第二方我嘅其實係即係設計上面，我覺得比較深意，即係我會覺得幾啱喎。即係你如果係冇障礙設施啦，然之後其實你同時有講到係主編又講到就係台灣立法啦，同埋講到冇障礙設施係一個基本人權咁樣嘅，即係講條法例喺度嘅時候，咁我應該要放大啲位置講就係點解冇障礙設施咁重要。但係講到上面嘅時候，去到後面咧，就係因為正方咧不停去攻擊你嘅位置，可能人上面啦，因為你就連人嘅位置上面都唔同嘅方法，咁你就按住佢嘅唔同嘅回應方法咧，都每個都再攻擊多一次。其實拉長啲本身你哋嘅強位啦，甚至係因為我諗無障設施都可能每個地位上都會有少少大幅度㗎。我冇睇你係想落翻底嘅時候，可能感覺都已經長時間嘅，即係落唔到無障設施嗰個上方嘅構建。咁所以我覺得咁係會有少少模式。所以主線設計上面嚟講嘅時候，我覺得正話相當曬嘅。咁但係可能當啲就係一年貨去到結變嘅時候，都點樣延伸？咁去到即係第二部分咧，就係講回應上面。回應上面咧，我覺得今日雙方咧都係，即係我交通都多嘅，即係因為大家都係點對點地就每一樣嘢去回應啦。大家就會即係諗嘅就係，其實反方即係好似今日反方好似會有少少係不停解嘅狀態，即係方好似就完全好似冇咗佢嘅存在，就瘋狂就係去講話禽獸攻擊你，有啲咩唔好咁樣。咁呢個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其實咧，林生其實今日正方咧講正打呢條辯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冇實在嘅觀導究竟取消完之後有啲咩實在嚟，佢真係瘋狂咁攻擊你嘅就係你關我就點樣唔好點樣，即係我反方嘅嘗試呢方面俾壓佢，叫佢同佢打咯。嗱，例如佢同你講就係話咩導致有一個人冇人坐啊，會有期望落差情況咧，批鬥咁，其實根本正方咧係冇講過，即係冇講啲乜嘢例證量值啦，甚至同你講話講告違反標工嘅情況咯。咁其實我覺得反方可以大膽啲回應嘅就係、是、告違反標工嘅意味住嘅就係、是、咁，你方咧其實唔係主持人冇出嚟，咁你咪有需要人真係得到幫助，就係佢上去之後真係有得坐。即係我覺得可以嘗試跳入下人哋啲位去回應，因為感覺上面就係今日可能講好多，即係同埋可以問嘅就係、是、今日正方好強調批鬥文化啊嘛，但係批鬥文化原因係因為佢覺得你係有需要或者你係為家，你唔讓座俾佢，所以我批鬥你，咁呢個係一個價值觀嚟㗎嘛。咁即使冇咗關愛坐，我諗呢個價值觀都仍然存在㗎咯。即係社會上面大部分人都覺得，即係老人家應該係坐先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咁咪讓座俾佢咯。咁但係問題就算你冇關愛坐都好，你繼續坐翻喺低頭玩手機，跟住之後扮瞓覺咁樣啦，老人家企喺度嘅時候，同樣地都會有人嚟批鬥你，就係、是、你做咩咁樣唔讓座俾佢？可以嘗試去比較多啲嘅係正方不停同你講就係、是，即係好似一個大你嘅心態啦。但係因為一定知你冇數據，然之後就問：咁你之前有冇啊？之前有冇啊？咁你咪調翻轉問翻就係：如果你講到之前冇嘅時候，咁你同我比較一下。咁既然你都係覺得呢個係價值觀上嘅衝突啊嘛，咁就算有關聯，呢個價值都仍然存在。咁我覺得反方去嘗試跳入呢啲位置上面去做攻擊咯，同埋因為譬如話你講過好多即係反方今日不停強調就係因為本質上嘅錯，但係唔係個座呢個係人為嘅問題，唔係本質上嘅問題。咁我係有啲奇怪就係咁，正方都好中意呢樣點樣打啦。咁其實咁如果按照你嘅邏輯底下咧，其實任何嘢一開始一次打呢個質咧，應該都係唔錯，應該都係利大於弊，因為即係都係一定係有利，因為你諗下冇一樣嘢，即係冇理由我明知係衰得自己唔出唔可以放出嚟咯。咁所以更加要睇佢實行上面係點樣咯。但係因為我覺得你今日可能成日用咗個球仔，有好多因素影響啊，或者有本質上嘅錯。咁我覺得如果你繼續 keep 住呢個方向打嘅時候，要講下究竟你嘅其他因素係乜嘢啦？例如譬如話你講係因為本質上幫你做冇問題，係其他國家嘅產成點嘅咧？原來本質上咧產得 OK 喎，係可能唯獨香港先係因為教育方面為，因為都話唔同資料去講就係其實有五成，即係都有四成嘅老人家其實唔知道幫我做嘢，因為有好多唔明，即係唔知道幫我做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哋咧純粹就係覺得，即係個教育咧就純粹覺得呢個係幫我做，你可以坐先，但其實冇教。
交通嗰啲，其實係關愛進行工作其實都一樣啊嘛。只要你讓座有需要嘅，已經可以，即係你知道其實可以走錯去，但係你如果有需要嘅人嘅時候，你就可以自己讓座。咁呢個係關愛進行，而唔係限制咗邊啲人坐得，邊啲人唔坐得。咁所以我覺得反方可以喺呢啲方面上面可以做多啲攻擊。咁而同樣地，正方都係嘅，咁即係方回應例子上面啦，甚至係可能。你講到話，即係其實上面係不停地問好多方案上面嘅問題啊嘛，咁我會覺得其實係，咁係即係我覺得預期同佢講話，咁你嗰個有好多例子幫佢類比，即係可能立場再對咗咁樣，其實你咪直接同佢講，就係話，因為反方嗰度有少少奇怪，佢係話，因為而家你冇更好方案，咁所以一定就要留翻嘅最好方案，咁但係唔等於證明到佢係留翻佢方案有利處，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正方可以攻擊多啲嘅就係大膽啲去回應，就係得我想即係所講就係，如果人哋直接同你講方案上問題。我方法我夾夾就係取消關愛仲，咁你話有冇啲額外要審查嘅？冇咯，還翻啲款，好似2009年之，即係好似2001年之前咁樣，咁其實完全冇問題噶嘛，因為喺你實際底下好理想。不過我覺得好似會夾夾理想就唔好，即係變咗係就住一個問題，個問題就個立場不停嘅 shift 咯，係啦。跟住之後咧，去到最後咧就係資料回應上面，我會期望就係因為今日正方好多批量文化啦，咁我會諗嘅就係可能轉市上面延伸諗啲少少嘅啫，譬如話。例子上面其實有啲人係而家關愛咗，我唔知道你哋可能會睇到啲例子，即係我唔知道可能你覺得可能我啲例子唔用啦定係點樣啦，因為其實關愛咗啲例子係有個人啦，即係真嘅，即係可能即係個成花，即係啲牛花啦，佢就話佢坐咗落去之後，跟住其實咧佢坐一即係坐個關愛咗嘅一個站都冇，但係咧佢已經下個站見到有個人攞架神器個學生要即刻讓咗，但係佢已經係都要俾人鬧，即係佢即使係佢見到有人讓咗，佢都俾人鬧，佢執行嘅正面就係有個學生攞成個關愛咗。就係見到人輸嘅時候，我都主動讓咗。但係問題咧就係大家都會 label 咗嗰樣嘢標籤，就係你本身錯係真係錯。咁我覺得用啲例子去攻擊方式反而會更加有力咯。同埋就係你講話成日批鬥文化或者細內文化講好啲字，咁例如佢話，我會諗嘅就係而家好多關愛助念人嘅，譬如話關愛助念人係點解就係專登去坐啲關愛座上面執打卡。咁其實呢都係即係形成咗個張力，就係大家老年人同埋青年人或者係唔同社會上面嘅人，但係我特登去做啲行為去反抗你。咁其實呢啲都係批鬥嘅一種，可能有方法嘅。咁我覺得可能喺資料回應上面嘅時候，你可以再加強少少。咁反方都係，因為反方咧，其實你哋可以唔使用嘅就係人工智能，其實台灣都實行咗唔係太好嘅。跟住之後甚至係台灣啦，好似加拿大啦、多倫多呢啲，即係甚至係美國，即係嗰啲地下鐵路咧實行之後咧，其實都係俾人都鬧得幾勁，甚至係都係即係有好多即係上就問咗佢出嚟就話我哋。